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。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话，我们一起来游泳啊！今天呢是化身为游泳教练呀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泳馆的话也是非常的大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就站上去啊，准备开始起跳，一跃入水，哇、这个看上去非常的不错呀。不知道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游泳吗？如果说你们也喜欢游泳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中评论一个喜欢哦。如果说你是一个旱鸭子，不喜欢游泳的话，那么你就在评论区中评论一个二啊，代表你不喜欢游泳啊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究竟是喜欢游泳的小伙伴多呢，还是不喜欢游泳的小伙伴多？我现在呢要掉头向回游啊，这个还是需要小心一点的。你看看我这身姿多么的美妙呀！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呀？如果说你喜欢玩迷你世界的话，记得给鸽子点个关注哟，因为鸽子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。看看我的这一波操作啊，没问题，肯定是第一名了啊。OK， 直接本场结束，直接是第一啊，这是没有丝毫悬念的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了。如果说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点个关注哟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